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金溪中移民潮 1.3 声塔阵容，搭配简单手法深境之塔金溪长离，则是手按能向离要记言银铃安可为你耐心生。我们先来讲一下中医金溪这个最简单的配置，最低配的我们金溪的甲元武加上一个白纸怎么上去、金溪带441带431都可以，然后尽量就主优先共鸣回路，然后是共鸣解放，像我这么点就可以，然后共鸣技能可以不用管。元武的话它只需要带上一个奶的拳套，再带上一个奶套、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奶拳套，没有这个什么碧铠，那你就把这个乌龟的位置换成有一个奶八改奶啊，破于这个，你带上这个，你就放这个伤害就可以。然后我们的白纸就带上这个青云套，然后带上那个暗鸟。武器的话，那、如果说他有奇观变奏，带奇观变奏；没有的话，你就正常。你带这种加共鸣效率的这种蓝色的也可以，我就是都没有，所以我就随意带一个了，因为这都不是很重要。然后技能都可以不用管。那进来之后，我们切渊武放柱子，然后放深海，然后切到白纸放大招轰出，对，接着平 A 四下出四格能量，然后放 E 柔握，打我们的话我们就闪避，然后打出我们的邪咒，然后放安鸟，然后切我们的金溪出来放大星群，就接着放我们的深海，然后再 E 两下发放浪，然后平 A 翻翻浪，来接着平 A， 然后再放我们的 E 金兵，放 E 之后我们直接切渊武，切斩出来放柱子，有乌龟放乌龟，没有的话直接也切走，然后切到白纸，然后同样是平 A 把我们能量补满，然后 N 加 E 五四个能量放 E， 然后再平 A 能闪就闪避，然后再打出我们的四格能量放啊。如果这在左侧的邪咒已经满了，不，那我们就直接有伤害放伤害，没有直接切金溪。如果说没满，你就像我这样重击一下给他打满了之后放伤害，然后切金溪啊，放我们的金溪秀来放伤害一两下，然后平 A 平 A 平 A， 然后放 E 行说放那、都一零把 E 啊，然后再切我们的渊武出来放柱子放都，然后放伤害啊，如果没有深海就可以不用放，然后接着切我们的这个白纸，然后正常也是一样，先上来打四个能量，然后有一放一，然后有大就放大，没有的话就不放大招，然后打满有深海放深海，没有的话就直接切到金溪，然后这样打循环。这个死了这是也不重要，主要是跟你们讲解，你们就注意这个循环打法就可以了。恭喜接触汉征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配对的打法啊，对，然后是金溪渊武加上维里奈的打法，维里奈跟白纸差不多都武器也是有奇幻变奏，带奇幻变奏，没有的话像带这种加共鸣效率也可以让格力，然后这个他的深海就得换成青云套了，然后换上我们的青云套，然后他同样也是换上暗鸟，对，好，然后假装你现在我这是一套青云套，然后这是带的是暗鸟，然后接着他的技能其实都可以不用点，只需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个附魔打出来点来就可以，然后增加我们的容错，然后其他都可以不用管。他的这个手法跟白纸没有很大的差距，只是维里奈稍微启动快一些，同样的进来渊武，然后切渊武放柱子放伤害切维里奈，然后平 A 三下打出我们的一格能量就摁 E， 然后再用我们的大招和，然后跳起来补满能量，然后到我们的深海切金溪，我来放大星空红仙月，然后放深海一两下运龙云伤，然后平 A 平 A 平 A 溢出来，然后直接放 E， 接着切我们的渊武歌手同三了，切渊武放柱子，有深海放深海，没深海直接切维里奈，然后切来之后不要按其他的键，然后直接平 A 三下就能长出一个能量，然后我们再按 E 打开 E，然后就跳起来往那个能量补满，如果说你没有满那就接着平 A 都换来平 A 跳起来平 A 没跳起来平 A 把能量补满，然后放深海，然后切金溪，然后金溪放深海，然后一两下，然后平 A 平 A 平 A， 然后放 E 千速晴灯，好，循环也是就这么个循环，没有其他的任何变招，就是这么倒，愿我切出来有深海放深海，然后切维里奈，然后平 A 三下，如果你切出来需要躲技能，你躲完技能之后再立马也平 A 三下，它也是同样是三下的，然后同样补满，然后补满之后放深海，然后切金溪放先放大招，然后放深海再一两下，
和苏阿姨哥来听说呢什么内容，然后再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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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然后再放 E， 就这么个循环发展啊。然后下面就是金西泽之跟维里奈什么来，然后泽之的话有专武带专武，没专武的话就正常带奇幻变奏或者一种加共鸣效率的都可以。然后生孩带一套幸运套带干鸟啊的东西，然后技能只需要把这个最上方的中线最上方的给它点出来就可以，其他技能也可以不用点哦，烟麻，然后再用我们的维里奈，维里奈还是同样的，但这回维里奈要换回我们的奶套，再把维里奈换回奶套，好，其他都是同样。然后这里说一下，由于这个伤害太高了，这个循环打不完，我就把这个金息的武器给它卸下去了。来，我们进来切折枝放大敏感不放大，同样，然后甩个 E 切维里奈，然后平 A 三下，不用其他键，直接平 A 三下，然后就能打出一个能量。然后我们 E 生孩大招，换物冷流上这些，然后能闪就闪，闪不了，然后我们把能量补满了，补满之后切金息，然后出来放大，有大放大，我们切约啊，特别浪格林，然后生孩，然后 E 两下。装好一两下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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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然后我们再 E 直接有中，接着这个时候切出来折枝，切折枝，然后平 A 把下方的能量打满，打满之后 E 一下，然后摁住鼠标左键，然后就可以下方三格绝对是三格豆的，然后你就可以 E 三下，然后如果满了之后我们直接切生孩，然后阴息 切出来，然后放生孩 E 三下啊 E 两下来，然后平 A 平 A 平 A 喷显然了，这时候再切出来金息放大，切出来折枝放大，单按开，然后切到我们的维里奈，然后出来一二三，不用其他键，直接平 A 三下，然后放 EQ， 有大放大，没大直接跳起来平 A 把能量补满，补满了之后切回金息，然后这个下方三个能量绝对是满的，太凶，然后我们 E 一下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再把下面三个豆打出来，打出来之后如果说这个左侧的起流条没满，那就平 A 打满，打满之后放生孩解手，然后切金息，有大放大，没大直接放生孩，然后一两下整就疯了啊，那一哎，然后直接开喷啊，那个的说完了都喷完之后切折枝，哎，切折枝这只有大不用管，然后我们正常啊，对，把我们的下方起流条能量条打满，然后放 E 放 E，然后直接平 A 把我们的左侧调打满，打满之后有生孩放生孩，没有的话直接就切金息，然后怎么样出来放生孩一两下啊，两下直接冷了，对，好，然后平 A 哦上很行发生了，继续好开喷，然后就会再切回来，切回来之后手指放大化进进线，然后再敲倒的我们的维里奈一二三打三下 E 屁股尬招哼啊啊啦啦，那然后敲起来打满，然后再切回折枝，下方条肯定是满的，然后我们直接 E 一下，然后摁住鼠标左键，然后我们直接可以打出三个豆，哎呦，然后再平 A 把左侧条打满，然后切生孩，然后放金鸡有大放大，然后这个就是这套的循环硬件版，这是大家只能说了啊，哦，大妹，除了第一个金鸡第一个喷以外，是我全播了，都是维里奈的。一个 buff 期间我们是可以让金息喷两次都，然后是这种循环啊，然后是我们的金息折枝加上守安人，金息跟折枝他俩的其他东西都不变，然后我们守安人再进来武器有专武带专武，没专武的话带奇幻变奏或者说这种加攻门效率的都可以，然后生孩，哎，生孩带这一套带我们的奶套，然后属性上的话主属性可以选择暴击伤害或者说是生命值都可以，然后这两个三费带攻门效率，然后这两个一费带上我们的生命属十条，那都女发七啊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技能，技能的话只需要把中间这两个都点了，如果说你还想打点伤害，那你就需要把右侧的这个变奏技能点满，同时角色拉满拉到90级，武器你也是需要拉满，然后同时这个共鸣效率最低是需要230的共鸣效率就可以满足它的伤害，我们的八五全部吃到带放干，先来着我们同样的先折枝放大为画中翼，然后甩个翼啊，切到我们的传人放翼去，这个时候不要放大招，然后看一下我们左侧的条，那把左侧的条打到还有四分之一满的时候我们放大金鱼新一只啊，然后切我们的金息，然后放啊梁昌生东西，然后放生孩，然后一两下，
啊，然后瓶内瓶内然后给它喷出来，喷完之后我们换折枝啊，好，减点重，换之后我切折枝啊，然后瓶内，瓶内打满，打满下面那个条，啊，把左侧的条打满之后放深海，然后切回金溪，然后喷一两下，然后开喷，然后中间深海好了，薄深海，发，然后开喷，这个位置后，这个时候我们切到我们手腕人，别挡住了一个变奏。嗯，同样的不要先放大招，放 EQ， 放 EQ 之后我们切折枝，放多这边让不灵，切折枝出来我们放大招，出来直接放大，没得一方，然后看一下我们左侧的条，同样是给它打到圣歌四分之一满的时候，我们切手腕人，然后手腕人同样把左侧的条打到右，还有四分之一满的时候我们放大，用条率慢，然后中红先往上，然后再切回折枝。然后最后平 A 几下就都满了，满了之后直接放深海，然后金溪切出来有大放大，行，然后放深海开喷，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的金溪在一个守岸人的大招里面能喷两次，然后还能再打出一次变奏，时间是够的。切回折制，就会切回折制，然后平 A， 把我们左侧的条打满，然后这个时候大招留着下一波发，哎呦，三方，有声 A， 好，切回来，然后一两下。然后放深海，然后开喷，然后这个时候切回手腕人，然后就开始打我们的循环了，去，对，就这样，这样放 EQ， 然后切这个折枝放大，然后打到左侧条还有四分之一能满，然后他一张四分之一，然后就一下，然后再切回手腕人，然后同样是打到四分之一，还将四分之一放大，行吃，然后这个时候再切回折枝，像刚才那套那种打法，然后再切到这个金溪，反正就是完整的一套流程。风中上，我是为了给各位讲解，所以说中间没有躲技能，你们正常是需要躲这些技能的，这些技能一定要躲的，不然就会像我一样，不这样被拍死，打死，打死。